蛋，不要往里面站好不好？站外面哈，不要往里面站。救护员吗？新到还有一楼，那边救护车吗？好，我是救护员，安置守在还有。来，国军的来了，先去带过去，带过去那边。来了，医生有没有医生帮检查一下？你们全家都出来了吗？对，都出来了。爸爸先抱，爸爸先抱。等一下。好，这里先看一下，可以打照片。人教现在是直升机。有吗？对，他们那边在直升机救助，然后过来，救助队过来了。他现在已经在救了。这边有一个是在救的，他是我们现在在救的。Thank you.